ColorOS 13内测开始了，有没有抢到内测的呢？不要急，先把 ColorOS 12.1 玩透，带你看几个你从没玩过的功能。第一个，首先呢是在黑屏的状态下直接画个 O， 就会有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刚才那个帅哥不是我哈。那屏幕画 V 呢，可以打开手机的闪光灯，自定义也可以，然后就能快速的打开某个应用啦。第二个，万能的小步识别，打开智能测别栏，然后找到小步识别，在任何时候啊，你呼出它呢，不仅可以提取文字识别照片和商品，文字啊更是直接大爆炸模式，图片直接找到巨多的同款，商品呢直接类比三家，三大平台全部拿来，还能识别背景音乐，不用再去特意开软件识别了，真全能的小步识别，懂了吗？学会了吗？使用了吗？还不快去试试？就这样，再会。